稍微做一个高抛的动作。请问要不要高抛？那没有接到会不会像我？然后讲得很大声，你刚刚整首歌都没看我，我要跟你练习。刚刚彩排啊，真的是你在那边看完，看整首歌都唱完了才我们要练习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歌一放下去，镇定。余光看一下，就余光看一下我有没有在看，不跟我练习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大家还是不太敢看我哈，所以大家不要害怕，那个看一下好不好？不然我会干干的，好吗？啊，那我就看到说，好啦，比看谁眼睛撑得久。我眼睛可以那个不眨很久。啊，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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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这个鼓的这个宽度不好丢啊，要不卡到这个啊，要不卡到这个，要一定要在这个位置掏起来，要刚好哦，这样偏也不行，这样偏也不行，啊，要刚好。所以你还没有接到哈，不要笑我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大家，谢谢你今天来陪我的朋友们，谢谢，还有给我打赏的朋友们，谢谢。手给你，我走入这角色。